推倒指挥他都遇上了，没错，嗯，而且主要还是他第二轮他赢了诗情画意，啊，他后面他这个负面状态加的有点多，哎，那底 buff 加的可能有点高了，哎，有点多，对，没错，嗯，来吧，看一下，来吧，看一下吧，啊，钓鱼岛武装拿到了一个全场的一速，那么盘丝是占了一个防御位置，选择拿了一个卡速盘丝来控你，一四打二三，嗯，哎，风系上面也是五五开，是的。对面物理拿到了，哦呦，开局就来。对面的物理也有速度，雪宝宝比自己的物理慢。嗯，这个对的，哎，四个善恶，善恶上去打吗？嗯，这要中了，赢，哎呦，好痛啊！是，哦，也猛烈了，这样子。此前还有吗？哎，善良，还有一个，还有一只，还有这有机会吗？我还有机会吗？哎，这个善宝，对战方还有一只，我还有机没有机会，嗯，那这个就盘丝五速化生六，哎，其实风雪哦，禁疗算了，禁疗没速度，进不动，我感觉进不动，盘丝是不是可以控一手盘？哦，开掉化生，哎，那这样子禁疗吗？是不是有禁疗？朵花没有禁疗，他觉得可能太对太明了，这个禁疗 对，而且毕竟自己的速度相对较慢，哇，狮驼现在这么快的速度吗？这开狮驼的得用不用系安全带呀，这太快了，太快了，上盾先，上盾没问题，嗯，还是要打连压，连压，连压，说实话宝宝不顶要有点危险，速度上面来说的话，纵观全集可能，嗯，哦呦，这可能钓鱼岛要占优势一点点，因为鱼岛来说双输出都有速度，没错，我这一下感觉恶宝就出的多了，那谁来挡这个狮驼这一下的一个飞呢？因为这把有提气，感觉上是可以先飞一圈。这我觉得包飞啊，无提气啊，说不定在提这个好像也没有必要用提壶这些东西来保啊，就正常。发生上回提的，对，这把提不了了。水清，啊，水清可以，盘丝可以给水清。他这种站位，盘丝是铁有的，必有水清。对他这种站位就决定了，嗯，盘丝我头上脑门上写了两字，我带了水清。嗯，打得很稳。太稳了，因为有大死亡，有善恶，不敢大意。对，所以观战方这边就不要去封对面的狮驼了。对，对，封法系是对的，不要去封狮驼，没必要，真没必要，飞了，飞吧，刚刚就飞了，这感觉应该是飞的。我自信，我预判了你的预判，没错。但罗汉以后去封印法系这一套，我觉得为什么不去封印武装罐了？是呀，啊。他们是不是觉得还是觉得自己有一速，我你武装你就算疯了，你小特技补补光辉补补，对吧，感觉意义不大。哦哟，七千伤害很高，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嗯，可能他觉得疯了武装下面和武装清风望月好像疯了等于没疯，等于没疯，对，而且他自己武装有一速，武装对位控也行，对，嗯，开局来看呢，对于钓鱼岛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优势，是的，青楼，哦，两边的宝宝都很凶猛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看一下观战方要不要考虑拿个羊护出来，化身拿一只吧，其实拿一只吧，我觉得不影响大局，对，别在地上躺太久，下回合又要观战方这边又要用落花了，嗯，金刚拉满，不会是奔着魔王去吧，没拿，选择拿了，哦，米润 那是这样子，宝宝魔王去拿，魔王去拿羊护啊，魔王去拿，嗯，一样的，宝宝还是拍宝宝先清善恶丑没问题，我怎么感觉下回合魔王有点危险，孩子刚出来四千下去了，能吸吸起来得 先变身，对面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会点着狮驼飞啊，因为前面来说的话羊护宠可以拉，然后扶风的话对面有罗汉，他没必要把自己开了呀，嗯，魔王那个点是没必要开自己的，那个塔也很香啊，千树拉，然后琴好像只能琴对面的那个盘丝宠，对，不是，主要是他现在开自己出来以后干不了事啊，对，还不如立个塔，然后千树来拉化身来活，我觉得对面是可以点的狮驼飞一把的，一二三四，好像不点狮驼飞也能飞得到，也能飞得到，对，怕了，说实话这个狮驼还是有点分量的，没错，不让拉起来直接活，不让拉起来直接活，嗯，刘云保自己武装的一速稳，对，没问题，千树怎么说？我现在就想知道。还是先拧回来，把一速拿到手。对，很稳。对，慢的提的。慢的提的。嗯。
野了吗？野过了，开局就野了，第一回合就野了。那没毛病。嗯，大师来保来找第二个抽奖，没抽到。哎呦，这个孩子别连啊！先盾也，这要连了、感觉孩子刚出来就走了。对，清二五，知道你二五在场上能拉人，就看谁提的。哎，这种情况应该是两个一起提吧？对，讲道理，这种情况都是、满了五提的。哦，这是个龟速养护，龟速养护。对不起，是我肤浅了。那也行，拉起来直接能拉起来就行，对，拉起来就行。但是现在就有个问题了，你怎么去保化生这把活血呢？清风望月呀。你主要就是武装没速度，这把如果说真的武装套进去，就有点，歪了，听不出来了。丹落花成你这把是不是清风望月？我说实话，真可能应该是清风的，他应该清风了，真清风望月在赌。哦，三个孩子，孩子快，孩子快还行。这活上来啊，有罗，有罗先罗也没问题，没问题。狮驼先出宠吗？好像他可能要先飞。哎呦，又中了吗？我看不清楚、没有吧，那个是哦，那化身的，化身中的，然后盘丝那个圈在旁边，对对，保护了一下，对，看差了，我这不可能这么倒霉吧？那不一定，主要是这个现在状态有点多，四星八一加的底 buff 高了是吧？太多了。现在武装立塔封杀有点难受，说实话，对，他这把说实话也没武装，关键方武装有塔把塔立的吧，对，他没必要无魂，无魂狮驼把半天给无出来好像惹到事儿了，然后无魂神木林吧，关键方又有罗汉，也没必要无魂。看关键方盘丝怎么说，我觉得没塔的都把塔剁一剁吧。关键方盘丝这个就是上回合这个落花，因为关键方哇，因为武装这把被套进去，他这个就是观战方这个盘丝这个落花就是很尴尬，对，好不容易控对面武装一手，结果自己武装动不了，苍白之人哇、全起，这个匿名玩家给予的这个压制满天还是很大，不是破血的，哦，破血的，哎，这冰川的为什么会这么玩呢？冰冲五号是没罗的，但我觉得稳一点应该跟一下，我会觉得好一点。谁拉？还是一号拉吗？一号拉你不那就两个了吧，豹子一号拉，豹子拉一下吧，一号拉了直接飞吗？豹子拉，然后那他解了一号拉，他也飞不了，他被封啊，哦，只能出宠，只能盾闪，他宝宝是他还是很贪的，他就想等休息的那一回合然后去拉宠，他宠上回刚被冰掉，对，哦，对刚被冰掉，对，他不知道他自己宝宝掉了，对，差点忘了，然后对面狮驼，那这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对面的武装套关键方这边化身、化身，对，不给动，不给动，就看武装有没有清风月。但是这回合关键方武装确实可以再清风，反正你套我就清风，我一定能清到，对吧？对。所以说是不是还是武装控武装？就说你化身真的要活一手，我也不差你这一手，还是不要让武装动是最好的。套掉了吗？对，掉了，掉了，应该是掉了。这把有清那另外一手，武装动不了。其实这把还是控制了官方的武装，我觉得还是很赚的。现在齐云楼全面有点被压制啊，很难受。这把如果被封中，又动不了，又动不了，惨。我印象当中，官方狮驼岭好像还没飞过啊，还没飞过，而且他一直吃的盘丝的瘴气的效果。对，活血活2000，没办法，但防御了吧？防了，应该是防了。贴必贴必贴，罗汉如果没有罗汉的话，这可能要得花语歌谣，好稳。趁你罗汉的时候，我也不是说四千，伤害是够的，哇，伤害是够的。不过说实话，我觉得魔王，我们先且不论他那个五行怎么去选，对吧？至少伤害一定够，而且从上个月的比赛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就基本上现在这种如果打二幺二也大概率可以带魔王，全力全魔，对吧？可以带魔王，没什么问题。哇，这武装太准了，这武装谁的呀？这么准？太准了。拉起来，要不先出宠吧？别憋了，兄弟，憋不住啊！他真憋不住了，他还想对把宠出了吧？不行，这太准了，这么打过来，对，先把宠出了，不要等，太好的机会。魔镜孩子飞了，丽塔真没什么机会啊，这样打，慢慢的被蚕死掉啊，这属于。
其实现在我觉得都不算蚕食，目前来看真的压制了是吧？是有点一边倒的，对，是有点压制，网在散。从比赛开始阶段来看呢，观众方到目前没有什么很好的手段。首先你同阵容同阵法，虽然说法系不一样，基本上也算是相同的，同阵容同阵法没速度对吧，而且也赶上了对面武装今天准，你就很麻烦。他这个盘丝一直没有打扰到对面狮驼的一个节奏，对，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落花，控个那个对面的那个法系。对啊，对面的化身校官那帮化身，武装套官那帮这边盘丝。对，这是一道无解题啊。对，非常难受。这道题完全没有方程式能解掉。这把面伤再过来，你好像还是顶不住。对，反正就一直在缠死你。而且，因为对战方的一速武装现在在场上一直是。出于进攻性的，他也没有说腾出手来去给自己的狮驼令补这样令旗。那么等到盘丝下把落花，如果再落武装的时候，这样令旗又补上了。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是不是观战方盘丝如果说十一回合再落的时候，就别落武装了，对吧？你让他自己手动一回去加这样令旗，不要让他去那个，逆境，花伤拿逆境了，也没问题，你看没问题。哎。他如果刚刚说把盘丝套进去，对，他如果套也一样，他解开了呀，解开了，然后他五龙吃上五龙不能吃药，一样的，哦，一样的，不能吃药，一样的。我看他几个，武装一个，四个，正好三个，四个，正好四个，算的还可以，正好 OK 的，嗯，这把没什么毛病，没什么毛病，打得很稳，对。而且正好自己的化身是一个没宠的状态，对啊，只是说这逆境出来直接被拍了一下，这有点，那也没办法，他是属于那种逆境，就是拿来扛地听的那种。这如果秒过来，说实话，风卷残云，我的天哪，别六千，我正想说别爆可能要出事儿，还真出事儿了，这个反商家反的自己也反麻了，五千不妨多让啊，也猛烈，说实话，对，说实话，这个真的太强了。这种 PK 相信大家看的应该是非常非常酸爽舒服，没错，舒坦，真舒坦，对，两边就是无限飞秒，对，也没有什么对吧，给你打节奏，对，有飞咱就飞，红种盘丝，但这把盘丝是不是应该有个落花，对面盘丝哦，有金青，我还是低端了，我还是说水清，嗯，水清不要，我直接把金青放回下去，哇，这孩子刚起来也猛的，说实话，哎，归宿虫可以拉，也就是秦楼比赛打到目前这个阶段来说，他场上一直被动，不然的话，观众方这边如果飞秒出去，对面也不一定好扛。对。但是呢，这个阶段钓鱼岛也是利用这个回合先把孩子补出来，那么下回合，哎，他归宿没拉自己狮驼，我觉得可以问题，有问题，他应该归宿拉，头上顶武魂了，他是不是不想拉？两边的想法可能都是，虽然说啊，对面没拉确实有点问题，对，就对面可能就想比较简单，我拉起来直接飞了，你就不会控我了。但是他万一武魂怎么办？对，我在想这个问题。观战方不拉是对的，对，观战方不拉是对的，应该拉起来让他吃一把那个七宝，对。继续对位控，终于给了一个机会，套盘丝没问题啊，中，两边的武装都不错呀，笑水清，这应该笑水清吧，还是说自己拉起来，完我就把中无魂，这无魂九转提气啊，这好像是常规操作吧，来你看看，对，然后就看有没有漫天能救一下了，哎呦，这吃亏吃大了，上就应该用归宿虫拉的，嗯，没神，8800，有火伤害是高，对，有火伤害是挺高的，嗯，完了守住了，下回合你还要再去赌，看下回合还有没有无魂效果啊，那个无魂在头上开飞，你别说，这看能不能成为一个转，当然这观战方现在来看狮驼岭因为也没有金刚，现在伤害稍许不太够，没有提气，没有金刚，是啊，没有了，可以这样可以拉了，嗯，拉起来飞完出宝宝，飞完出地听了吧，不过这么多宝宝好像意义也不是特别大，而且两边都是这种面伤阵容的话呢，飞完出宠，有可能会被观战方这边的魔王守到，对的，嗯，对，你看这个时候啊，现在观战方的盘丝已经很明确了，
你的武装只要不放真阳令旗之前手里边有灵元的时候，我不落花你了，没意义。落花等于没落花。对，来，这样石头可以飞出来，点的豹子飞，按防御，知道这回合对面一定会飞出来，有提气有野兽，但是再防一个，这个要正死了，已经正死了。木川路带走关南方这边盘丝的虫，把三恶虫先清掉也没问题。其实没办法，魔王必须请幽静。对。哦呦，腾挪进五千四，四号宝宝伤害是有多高？看一下拉斯陀，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他不拉斯陀是想吃那回合的变身70%不掉啊？有可能，也有，对吧？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你说吃一回合变身不掉，跟吃无魂开不开七宝，那我个人感觉是不是还是稳妥一点？七宝稳妥好一点。对 对, 对。那你看，你保下来这回合变身，然后无魂一中，等于那变身又没白宝。对。铁人心拉金刚先拉，关南方这边要飞出去了，对面盘丝的血量有一点点的这个，我感觉要注意一下，因为吃了落花了，因为吃了落花会加伤害啊。3700还行，魔王有风云变色吗？哦呦，真是艺高人胆大呀。4000扛得住。哦，魔火一样，2800。没爆，其实感觉就还好。没爆还好。拉起来先出宠吧，没什么好说的。守得住吗？守得住，1400。提气带多了呀，哥，你说带个长绳，它不香吗？你别说，还真把变身保住了。他那回合变身一直没掉。但是你这时候一直没掉，你这是消耗了几个九，等于是消耗两个九转了吧，对不对？无效九转消耗两个了。他对，已经消耗了。他拉了三次。拉三次。有一次是孩子拉的200多点还魂咒。这遇到这几波关于对于师厨的操作，会不会有再商榷的这种必要性？感觉打的稍微有点自信，就感觉问题不大，就是不用说做很精细的这种部署啊。这把没办法了，人体了啊，这把人体好汉，人体化成火飞完然后出宠也没问题。对，否则他吃魔镜了。野罗汉没问题，那这样来说对面些许这回合看起来赚一点点，也把竹子吃了，接着清4200没提及。6000，两边狮驼岭的一个伤害对比其实还是差不多，其实都很凶。但是从目前的阶段来看，我觉得还是钓鱼岛的钓鱼岛高一点吧。对，我会觉得差不多，感觉都挺凶的。我觉得得高两三成。就是可能两边防御也不一样。现在从关山方这边狮驼岭飞过去的呢，就是说从单一个物理系飞过去的话，就是说给对面造成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对，但是对面飞过来，两边一来一回，其实数据还是稍许有些差异的。那就看可能是两边的防御可能有些许加点。对，但其实刚刚从关山方魔王的那把魔火来看呢，对面的法防其实也不低，不低不低，真不低。打爆出爆，为什么说魔王现在略微可能有一点点的算加强吧？就因为他爆的多了，不爆的话，好像魔王确实也平平无奇。魔火其实我觉得这个伤害系数是不是还是可以有待再去提升一下？因为感觉跟这个平伤的飞沙走石来说呢，就是差异不是说非常的明显，但是它的一个进攻它是需要消耗一个道具的，对不对？你用两次需要消耗一个道具格子，其实它的消耗还是很大的。这一把盘丝又封印了个寂寞。知道你要出宠，先立即发给，没问题啊。平 A 找半天没出，我感觉他也觉得自己的伤害不是特别够。对，好，清掉关南方这边二号这只善恶，往回一回合补两个点上端的，那对面得把破甲安排了。对，真的，否则你这狮驼也算自降那个了。没事，这个回合如果说狮驼变身的话，化身可以，如果有的话可以先顺势丢一个，丢两个破甲出来。 对, 对, 对，这个来说的话10%的这个伤害还是有差距的。武装这个回合是有要出宠的操作，那么对战方武装是不是可以考虑我这把的话直接来控你的盘丝，那么盘丝来控一下狮驼岭，还是说我直接武装来套你的狮驼？但是武装套狮驼呢，给了关山方盘丝一个出手的空间。
是不是套盘丝会好一点？啊，套盘丝，套盘丝也是为了保自己的狮驼岭一个变身，但是呢，观战方这个回合也是一个相对小小的逆向思维，给了，开始给，趁狮驼岭变身的时候给嘛，没问题。但这个回合呢，花来，花，哇，不稳，其实花，我个人感觉这个阶段是不是花武装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两边武装一样嘛，你花我，嘛对，我就真阳令旗了嘛，对，疯狂。哎呦，看来这个回合伤害有点高，哦，没防御圈了。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哎，哇，暴击，完了！我感觉鱼岛这一回合可能要出事呀，8200，没防御圈去耍一个破甲，感觉是不是还是应该优先？先看一下有风云变色吗？有，有罗汉，有罗汉，有罗汉，还好。1500、1200还行吧。有罗汉，化成吃把珠子吧。珠子吧，对对对，珠子吧。对，珠没什么问题。真阳令旗，珠子，对面赶紧出雪宝宝出来，然后把珠打出来，狮驼拉起来，对飞一把，找个提气九转。所以你说这个回合你落花观赏武装真的好吗？就看一下。我还强迫性的给了自己加了个伤害。对对，战方就现在只能是看啊，现在只能是怎么哦，先罗也没问题，也行，也行。现在这把就只能是怎么说呢？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回合，对战方拉起来，狮驼岭和神木林在官方没罗的面伤的情况下，这24的伤害，哎呦，完了，先猎跑了，雪上加霜啊，还没飞秒，哎。感觉先把魔镜孩子清了，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没问题。给魔王把伤降了。是的。拿起来提气，没出，那一看就提气啊。那就那这把其实就挺难的了。你想直接单飞把武装爆死，有没有这个可能？不行，弹甲。我觉得更多针对宝宝吧，对吧？对，现在针对人来说的话，确实有点低。所以说这把落花给的，就两边你看，观战方他很好的一个点在哪呢？他知道这时候落武装没用了，等于没落，对不对？我现在落的点就在你的狮驼跟你的盘丝身上，然后啪，官方盘武装落对面武装了，应该不会啊。对，讲道理不会啊，不会，因为宝宝没有，我就得补宠。鱼岛前面拿到的优势，现在还有，还有，你看他宝宝跟那个资源储备来说还是能看出来，只是渐渐、就是、没有那么大了。对，没有那么大，开始把劣势逐渐开始扭转过来。对，上盾，出宠，化身会被。补个配速，两个哎，猪来猪来猪来，一定得猪，这不猪不行。对，还行，这一把猪还可以。对，哎，有罗汉，反其道而行之吗？选择逆向思维，是不是也是怕这个？怕水清嘛？水清，皮肤关对对，没问题啊，因为有罗汉来去封法系，这个来说的话，不，这个不科学。没防御圈啊，老哥，要不咱们考虑等狮驼飞的时候，我们拉一圈。我觉得也不是不行，他下回合是哦呦，李婷来一只，缓解一下压力。这缓解的是谁的压力啊？缓解了观战方那边压力啊？压力吗？加旗，武装肯定是此加那个的，此加旗，对不对？但是天地不敢给，因为观战方对战方有狮驼岭飞，那就是给个尺，盘丝可以考虑是尺吧，幻境术还是尺？两个尺，我觉得这地厅也就那样，差不多了。也就差不多，主要你还是想办法怎么去防那个狮驼岭。对，这把狮驼休息，魔王封在里面，所以说，还是说这样子，是不是封观战方的魔王就是为了出这个地厅？因为他很快，怕被魔王秒掉。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想要去打观战方这边的，但是他把狮驼摁倒了也没意义呀、啊，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一丁点意义啊。对，他按什么？他只有全魔地听，然后趁观战方这边没有罗汉，把上面的单位对，把上端给压，也不说压死吧，至少打得很危险，让观战方这边忙起来。轻宠，你这个来一个中速的那种比物理快的，你去把狮驼摁倒，意义不大呀。狮驼这个门派，他又不像大唐需要血线。这丁丁看样子应该是出来了，对，哎，面伤，哦不对，他不是，你想说是不是攻的？哎，我看到那旁边有蓝光，有蓝光，
来了，这哥们儿反正我投资了，对，就看你怎么说吧。哦，有罗加一，那基本上也差不许多，没了。对，那这个地厅也就这样吧。是的，除非能投资到两个笛子，有没有投资？没有，那就这样。盘丝能给个吗？给一滴真牙也还行，但是因为有、要两个才有威力啊，一个不行，一个真不行，一个秒不出来的。大死亡按防御没问题，全魔的。哦，那更不行了。那这就即使再给一滴，也就那样了，也就那样。真正的杀招还是在这里，吃钱。你看他稳定了，拉的防御圈就很猛烈，说实话。对。这抱一下可不是闹着玩呀、啊，也不是全部，不是很行，因为毕竟两尺还有罗，他有两敌的话，其实两尺也 OK。对，因为有真阳令旗的，对，两敌真阳比三敌要强的，这秒不倒啊。不过说实话，你秒倒也就那样了吧，是不是点着宝宝刮一下会好一点？你这样反倒还给这个我哎，哥，我右边是地厅，你这么，哦，还行，你想说不管地厅吗？真的是不管吗？那肯定是，那我觉得说实话，秦三叠去清一个，这个时候清一个宝宝，我觉得还是比清地厅来的有。不是怕什么？怕他万一是就是，当然这种情况下几率也比较低。如果是那种全魔的，对吧？然后加神佑了以后，然后四个底子过去，对，怕这种情况出现。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有道理，因为也不大概率不可能那么打。对，哎，这把落石陀了，下把不让动了，不让动，没问题。先立来，观战帮这边先变身，没问题。换一个。这个又把选择题给了对面，不过对面是先天的罗汉，我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好选择的，是别管了，真的这个送了吧，这个就当这个筹兵了，真的别管了，有罗汉也没什么好管的，就点着孩子秒一秒，秒一秒，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就把孩子带走和魔王，对，把孩子带走就行。上回合吃了孩子的，上场比赛吃了孩子的亏，这场比赛才不能在孩子上面出问题了。对。哎，上场比赛，生日快乐的那个孩子吃了20几个铃铛，就是不跑 MVP。对，这个孩子可能自己刚出生的时候都没想到，原来自己会受这么多人关注。对，大量的人力资源全部投资，尺子、铃铛、据说尺子都已经吃满了。对，已经吃。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孩子能受这么大的关注呢。对。很给予尊重，给了一把尺，让观战帮这边完全没有欲望。但是观战帮这边好像真的是在你最觉得不可能的时候给你钓鱼岛打得非常的稳，这一个尺子基本上已经让这个地厅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一尺加罗汉其实基本上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伤害了，也还是想哎没封住啊，活血还是想要石头灵，还是就觉得还是在亲孩子了，这个就对，没问题，打孩子应该问题不大，打得比较聪明了，打孩子比较问题不大，对，因为这时候你清掉一个先例孩子，这两个先例孩子了，对，还有一个魔镜孩子也被带走了，对，这把清孩子虽然说这个有投资啊，但是这个清孩子清的是非常顺利的，而且顺利，配上魔王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再有其他的宝宝流失，如果再有一个宝宝能流失掉的话呢，那我觉得这把秦龙还是赚的，赚了，哇，真阳令旗两点直接起战胜，直接起来，为了节省回合，对，节省回合，因为战神宝典也会根据回合来慢慢增加伤害，可能不高但是也会加，是，哎，不是啊，为什么观战帮这边的一个狮驼岭这么能爆呢？好能爆，感觉他爆了很多次了，继续控一组，哎呦，这把没有控中，观战帮这边不要套花，哦，这种说不能套花生啊，也没中，那还行，两边都有灯没中，对，其实观战帮这边的没中更重要一点，对，也不管提气出不出，其实这6000这比赛啊，其实对于两边来说呢，因为
阵容相同，打法基本一致，对，就是两边秒，就看谁哪个回合可能爆的多一点，这比赛就带走了。出了宝宝没有秒，这回合配合飞秒其实是 OK 的，我感觉。先清观澜方这边的这只宠，刷宝宝，顶大金。那两个狮驼是岔开了再飞。嗯，对。观澜方狮驼还几回合？八回合，对面呢？对面八回，哎，六回合还八回合？六回合。六回合，观澜方是八，差不许多。这个防御线终于拉开了，我在想得拉金刚了，但是对面这个回合呢，就要看一下观澜方武装刚刚在被秒六千之后够不够怒，直接套就觉得啊，那就不用想了。立塔，没问题，够了。风法系，观澜方这边有没有单位来管观澜方的狮驼，比如鹈鹕之类的？哎，太稳了，倒。也怕呀，也怕，真怕。说实在话，哎，有晶晶还行。对，也怕的，因为真的面伤过去，大招没中。哎，破个招架，破招架，平 A 找半天。这个，他找了一个残血的，你敢信？对，先打孩子，没问题啊，不爆的话应该是走不了。牛劲，有没有其他单位跟啊？而且真的要找的话，是不是找盘丝或者找武装的宝宝会好一点？他找的是化身。对，找的是化身。其实化身也不是不能，但是你要趁他回复量太多的时候，比如说忙的时候去找他，我觉得没问题。现在这个基本上来说，对，大家差不多了。对对，至少来说在对面认为的安全的范围里面。没错。还是残血，主要这个点当然也有可能是确实打的，有的时候确实打懵了，不管是打懵了还是说两边打太过于紧张了，没太注意。这把稍微浪费了狮驼脸的一个回合数，点了还是飞？观澜方飞吧，观澜方点谁飞啊？对面化身大大方方的出个宝宝，还是说这回我还不飞，我再找一把漫天，找盘丝或找武装？他们这个节奏啊，已经上路了，已经踩不了刹车了，不能找了，不，没什么好找的了，对，飞吧，看谁先把谁大金飞干。他有没有这个想法？如果说这个回合观澜方化身要活血，拉不上这个回合的金刚，我就先找吧。哎，塔掉了，我觉得难受。反正我现在的感觉啊，就已经上路了，已经踩不了刹车了。不过控盘丝像是直接飞了，飞了。对，拿金刚护飞来呗，护飞来，吃提气了吧？这里护顶啊？不对，这小四海不可能，小四海不可能提气。你看是不是没有时间了？已经上路了，踩不了刹车了。哦呦，刚拉出来的，对飞疯狂拉顶满，得亏是这个没有特性是提气啊，因为他顶的小四海。对，谁先把谁的这个飞干呢？孩子飞了，这孩子没神。魔王风云变色和对面落叶萧萧，哇，连飞两只宠，怎么说？飞沙走石，对面有罗汉 ，OK。感知魔王，他没点那个嘛？对，他没点炙烤。对，没点炙烤。啊，确实也没注意，也是没注意到他有出那个炙烤。对，没有那个，如果出的话是百分百出的。对，而且他之前被挨揍的时候头上有火了嘛，一定是左边的。盘丝被动的红灯起，那这个武装这个点现在很难受啊。笑里观澜方这边的盘丝不让罗汉，对面的化身。操作对面化身怎么说？有水吗？没水。我孩子也，我孩子也没问题，孩子挺重要的。对，落花给予观澜方狮驼，因为狮驼下回合要飞。这样如果地听出的话，这个没有定神箱给狮驼的话，这个地听基本上算是白送了吧？有吗？哪边没有？这我能看出来啊！你感觉快，感觉一下。我这。我觉得观战方块，观战方块，我依据在哪？狮驼领带的地听一定是慢的，慢要猛，我要伤害。那么化身这个点可能就要稍微灵活一点点，而且它没有那个蓝光，我会觉得属于观战方这边的快。我当然这是我的依据啊。狮驼落花，但如果这个地听特别快的话呢？对，我如果我会觉得这就是更那个什么的，应该就是对面是慢的。对，但也不会说慢过于观战方这边的魔王。
而且也是在拉地天的回合是选择套了对面的法系，也是不给你去出手秒的这样的机会。对，应该是对面是全魔的，然后看不是全魔就是魔地厅，魔地厅关代方这边敏高速地厅。对，来看一下这个回合两边地厅的一个表现，因为零元是一定够的，都可以加，反正有一个肯定出手了。嗯，到底是谁我不说，你们自己看。哦，给天地了啊！但是这已经高，已经实锤了、哎。是的，已经实锤了。金色云尺稳当一点，因为脚下没罗汉，给个尺子没毛病。赤焰战敌开始投资了，一个解开，不会吧，哥？你就一个罗汉吗？没给投资了？啊，好像没，果然是三号是快的，对，然后对面是慢的。对，他这个地厅也没有投资，他其实说白了，我就是说把你的一号地厅秒走就行了，我也没，因为我狮驼出不了手，配合不了我打伤害。那关键方狮驼会不会也一样来个镜像操作，也是一把战神包？关键方战神包，我话没说完，对，战神包点出来了。哎，这就不一样了。这个地厅好像不是过来跟你玩的呀，是好像两敌没有打尺，七千吗？落花加成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高的。嗯、但是啊，咱有一说一啊，现在也没什么用。说实话，其他单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现在就怕刮几个宝宝，我现在就怕对面的小打小闹闪一把，还行没闪，我怕他一个笛子想，对吧？闪过来的吃亏了。嗯。那这样子看，说实话，狮驼其实这回合应该飞过来的，对吧？对面的狮驼应该飞过来的。但是如果说狮驼飞的话，是不够。表示他。对面这一个对面的这个地厅不要那个笛子打这个狮驼、嗯、我估计也 OK， 也没什么问题吧，讲道理好像不死血量也不会高到哪里。对对，而且说白了你把这个狮驼按倒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能解那个的？不让金，没鹈鹕，这个狮驼可能这回合要罚站啊，看对面的盘丝啊。解了没有？那应该解了的话，应该就不是吧？如果是金青的话，他不会宝宝开自己啊。对，控魔王，两个输出得留下一个，不准一起出手。疯了，那自己拉不就行了吗？对吧？可以自己拉。啊，还是只能用神木林的拉。应该是 P 二号的吧？开飞鬼魂的潘塞多少宝宝？四只宝宝为什么拉鬼种呢？是不是有点早？就即使说要扛伤害我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早了点？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去赌神佑啊。对对吧，没必要去赌这个呀。套盘丝也不中，哎，武装一旦不准以后对面的节奏可能就不是很好很舒服了。嗯，落花武装没问题，罗汉很稳一刀。那么谁开呢？二号开，二号开狮驼，灵智狮驼没问题啊。开飞，有提气吗？没有吧？没有提气，只是加了把魔镜。狮驼不爆好像也没有特别亮眼的一个操作，防御。还是先选择琴，没神琴将，一个两四个了，四个孩子了。化身好，还谁还有？就对面的神木林狮驼脸吧，
神木林和那个谁的仙力孩子都已经走了，然后前面走的是三号武装的魔镜孩子吧？啊，武装的二号宝宝，二号孩子飞掉了。对，应该只剩狮驼岭的孩子了，应该是走了两个魔镜，两个仙力。灵芝狮驼两边在物理上面要做一个速度的争夺了，哎。他盘丝那个孩子是被那个谛听给秒死的吗？哦，对，对吧？被谛听秒死的。对，这个感觉两边要开始打硬件了吗？那打硬件最后一个孩子了。嗯，打硬件钓鱼倒是不怕的呀。现在就怕二号宝宝飞了以后滑到对面的四号。这滑应该滑不到，滑不到。来，我们来看一下观战方这边有愤怒的点是哪些。上把是盘丝罗的，应该是只有扶风的魔王有一定的几率有大特技。嗯，其他几个点好像都不太够。对，狮驼够，哦，狮驼也不够，狮驼一直在做俯卧撑。化身上一把放没放？嗯，化身是，我觉得化身应该是不够，嗯，这么久又没起塔，没起塔，而且他对面的狮驼给这个化身给予的伤害也不高，没错，出手了。那这个回合是怎么？就看投资了多少的问题，就看投资了多少。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回合哦还是加了，就是反正我这个先加，然后呢如果说我场上局面好，我下个回合出了我还可以再加，因为下回又刷新零元了。这是封盘丝是什么意思啊？我也在想这把封盘丝是什么意思，是觉得自己的狮驼岭速度是比谛听快的吗？只有这个说法。对，我也没给神佑。是盘丝要投资吗？没，还不知道，还没到。要投资吗？没投资，有怪的帮化身都动了。对，他盘丝六速，化身五速，啊，还真是，嗯，四千七，我跟你说，这个狮驼抱起来好像也挺猛，也挺猛的。刚抱了狮驼一万多，对，没按防御，哇，狮驼变身，没问题。嗯，不神的话，我跟你说，不神的话，现在鱼岛现在有点难受啊。哎，不过你发没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打到现在、这个、都被这么神，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们的法系都没给过改卷，忘记了吗？是不是可以考虑、嗯、已经在高速上了、嗯、还有时间抽下来检查一下到后镜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没什么好考虑的，有飞就飞，有秒就秒。那你想想狮驼岭肯定，我们就先说不管是带不带着，因为笛子加那个战神宝典基本上就已经 OK 了啊。法系在对面有罗汉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有其他操作是吧？我觉得先让他稍微给他在路上给他撒点这种刹车油也不是不行的。现在感觉到两边感觉都已经在冲刺了，嗯，哪有时间过来检查到底油箱是不是好的。哎，还是先清孩子，目的性非常。哦呦，鬼的还好，还好说实话，鬼的还好。狮驼几个宝宝？还有，宝宝还多的。狮驼还几个？他们现在主要是四个，就是这场钓鱼岛打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他宝宝的饱满度就每个单位的饱满度其实还行，它是很均匀的。对，没有说哪一个单位的宝宝掉的非常的多。但你发现没有，资源兑换来说，麒麟楼是拉回了不少，拉回了很多。对，麒麟楼这边他的宝宝其实也现在比较饱满，只是说钓鱼岛只剩这一个孩子了，已经没有说给两个人物单位瞬间加爆发力的这种宝宝，现在暂时没有了。对，我是感觉可以抽个空，就在有罗的情况下法系给个卷子，我觉得也可以稍微压一下对面的输出，不是不行。我感觉两个指挥已经杀红了眼了、嗯、也没有时间说停个车检查一下了、嗯、上头了，上头了，我感觉都已经杀红眼了、嗯，不过说实话，这大概十几个回合来看呢，其实两边的节奏是比起刚开始那个时候是趋于缓，稍微缓和了，稍微缓和一点。因为这刚说完缓和，因为在上个走的时候，大部分都出的都是这种避雷宠雪宝宝，但是这把一万，看一下会不会成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我接受不了啊，这个一万。D
得亏神木林这把被封。哦呦，而且遇到这个时候宝宝开始神了，这如果神木这把徐楼现在神木秒出来的话，可能观战方这边要受大创呀，要遭大罪。这个12800是什么意思呀？拉起来反一手对面的武装。哦，王哥这个时候脑袋脑瓜子肯定嗡嗡的响，我盘丝基本上满血，你给我打倒了。嗯，完了，这是控化身是必然会控的，混元闪也不敢给的呀。吃多有没有晶晶？应该是有，我觉得有，我觉得狮驼有，我觉得换你了，我觉得狮驼有的。那狮驼只有这一个回合有晶晶的面啊？啊，破血，那应该是有，你没放。嗯，哎，不对，应该是没有，说错了。是吧？因为如果有的话，他一定会留的。这把破血一放。说实在话，我感觉节奏有点难，有点危险。看魔王吧，魔王怎么说？有没有金？能不能金一下？魔王出宝宝，哦，魔王出宝宝了，出了个豹子。对面哎，先拉武装没问题，先拉武装让他下波动不了，把他套进去。但是，观战方这边要抽单位出来，人开观战方这边的化身，化身是，但对面武装好像没有任何操作空间，无魂观战方化身啊。对，他还有其他的操作空间吗？他其实。因为就一点零元，如果说零元多，他这把是可以先给那个神木林给一个的，但是现在就一点，我就先别给。我觉得真的这个武装无魂观战方化身是最好的操作，对，目前来看是最优解。对，因为观战方这边盘丝和武装得遮过人过来，大概率是盘丝来开自己的一个化身式，武装可能要去套对面的盘丝。这个时候千万别去动对面的狮驼，还是会用水晶或鹈鹕去保。对，那如果说。化身要给金刚，那有可能是盘丝直接给水清了。对，武装就老老实实套盘丝就行了，不要有多余的操作。就怕套了盘丝还好，算有效操作。对，就怕你套了对面的狮驼盘丝水清化身拉金刚，那就很僵硬。A B C 他选的 C 不让拉金刚也可以，也行，嗯，两个单位这样来看，但是不管化身了，哦，有千术，那还行。对面的盘丝干嘛了？水清，这个水清是一定有的，对，这个太灵了，不用想，这把水清一定有，只是说少了把金刚，这是唯一的一个那个千术宠，我还真没注意到，我一直以为他拉的都是那种啊高攻宠。扛不住，这种千术组一定扛不住。6100，直接把163打出来了。我读书少，你别骗我。还好保神力。风卷残云，秒得到吗？完了，倒了吗？9600，163两个出来了。这个金青比以往来为晚了一点啊。嗯，有点难受了。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盘丝的血量来回来了，狮驼9回变身，还有5回合。但是你刚起来没愤怒啊，对吧？对，你现在其实对战方落花都扔出来，人出来吗？扔不出来。落花应该哦，人落花够，一分一秒吃了。对，人扔落花，落花是够的。落这把还先控一下对面的神木，先把这个伤害往上降一下。这把是不是要吃珠子？啊，还行。钓鱼岛也是做了两手的准备，一个是圈你不让你回血，再一个也是扔个无魂防你去领宝。谁开？拉起来。先盾吧，没那么多单位了。先盾吧。可以。那还是要飞。一飞。看一下有没有大暴击。哦，先变身，没有变身了。证明之前被斗，那观战方这边小小乐很难受啊，这一回合可能要优先拉金刚啊，二号宝宝开自己的神木林拉金刚套观战方这边的小小乐，我觉得盘丝这把不敢去封对面的狮驼林，不能再封了，不敢封，他不敢封，或者说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对面提气有一说一，有效飞的时候出的还是不是那么多，稍微再出个多一下的话我感觉很难受的，再出多一下王哥来找你了。齐云楼的王哥啊，两个王哥，你说哪个？齐云楼的。对，还要封吗？哦，封盘没问题，对，拉金刚，别出宝宝。哦，还是出了宝宝。那是不是这把有没有找漫天的操作？还是说我不慢直接飞？他也没破血啊，我看他这个操作不是很像。说实话，如果飞还是我觉得给金刚会好一点。对，
立塔，先上可能知道这边封。嗯，这路两个塔，就是要停车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啊。忽然之间，降临和速，哎呦，魔镜的来了，噩梦呀！武装在里面，这一下观战方这边套观战方这边的盘丝啊，魔镜金刚一起甩，就问你慌不慌？是不是可以笑下化身了？我在看对面的二号宝宝武装宠有多个药，哦，武装六个药还行还行，就怕他武装是14个药，给你吃一个提气大金，你慌不慌？给你甩一把风飞拉金刚提气大金，全部一溜烟全部给你怼过来。那这样才说二号开神木，一号嗷呜魔镜拉金刚没问题。盘丝落花观战方这边的狮驼岭可以吗？可以吧，可以落花，可以落花狮驼岭吧。嗯，但是不是要笑一下化身啊？观战方化身的愤怒是不是还没空？好像一直没关。他前面是盘丝是死，然后那个魔王放过，对吧？狮驼倒地，武装现在不用管。好像是不是就是这个化身的愤怒，好像没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没管的太多。金刚魔镜来了，嗯，我不管你这边这个操作了，我反正魔镜金刚，对吧？先火了还行。哥们儿摊牌了，怎么说嘛？他武装的血量啊，狮驼血量够不够？大飞，不够，应该是不够。对战方吗？哦，不够，神了，终于神了，再不神，说实话，观战方这边威啊，得神两只宝宝出来稳一稳局面。暗放还行。天之路没问题，没爆法系啊，常规法还是得爆。嗯，否则来说的话，数据也就真的平平无奇。腾挪进一千四，连升两次还可以。这个宝宝为观战方这边牵制了很多战斗力。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对面狮驼的飞变身，还有三回合，我觉得对面狮驼有可能会选择破血或者金青的操作。下一次，这把刘云早就该给了。含情脉脉，哎，对战方的盘丝比观战方这边的化身速度，哎，定神香，怎么说？再神。把节奏缓住了，这只宝宝连神三次，但是没有高区，现在有点小难受。对，两只宝宝都需要高区来帮忙。嗯、是。那么对面狮驼岭可以有，这有下一回合是对面狮驼岭唯一一个可以停下来看一下硬件的时候，看一下车有没有损耗。要不平安找半天，要不你放个特技的东西，破血金青之类的。对面狮驼岭这回合的操作看一下啊，我觉得不太像是飞，不太有可能飞。够愤怒是不是可以考虑走金青？还是说我留着连马破血清你两个宠？现在的武神坛赛制改了以后，小组赛都是这么激烈的吗？我今天感觉到，是第一次感觉到现在的武神坛小组赛有这么好看。嗯。金刚护体。哎，不着急了，稍微把节奏放好。那还是飞了，还是说 我就怕什么？就怕对面这一手把平 A 把漫天给骗出来了。嗯。那就不好玩了。清宠了，清孩子去了。哦，破血了。你看这，我就说这是他唯一一个可操作的空间。对。观战方这边是不管的。哥们儿直接就要，对吧，加轰油门。银川路风云面色，点一号吗？点一号啊，不用点一号，点应该点了五号。他现在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哎哎，小失误不一定，看是不是。哎呦，小失误，小失误。哎，这个时候怎么能有这样的操作呢，哥？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这有点说实话有点这送节奏，说实话这送节奏，这个舞龙丹太送节奏了。对，哎，这个失误说实话我能理解，想行，我能理解这个失误，两个我能理解这个失误啊。Ctrl 加 A 还是本来是打的五，他壁垒了吧，壁垒五号，然后五号自己换了，然后也就顺便随机到他了，随机到了，运气比较不错，运气比较不错。嗯，其实我能理解他这个舞龙丹，因为在这种高强度这种针尖带对麦芒的比赛中紧张的，但说实话这种比赛挺大节奏的，说实话武装一回合没动，这个时候还是蛮关键的，宝宝没拉出来呀。而且这样的话呢，观战方的狮驼脸这回可能还得面临到一个倒地的情况。对，因为象形了之后呢，他狮驼脸有两个操作，一个是给笛子，再一个可以破血，不太好顶。如果说是给笛，主要是看观战方这边有几个点能开这一个象形。那盘丝给水清吧，但是如果说盘丝给水清，你又拍不了。你确定观战方这个站位的盘丝有水清这个技能吗？他这个站位的盘丝不一定有水清。对，你觉得他速度太快了？对，他这个站位来说是不需要水清的，但钓鱼岛那个站位是一定有水清的。是一定有。对，我那盘丝摆在那边是不可能摆那个位置的。这样观战方盘丝有没有水清这个特技了？如果说让化身强行去水清的话，来了，对面开始投资了。先投这个镇压令旗，这个快是哦，还好这边有罗，还行。啊，看没水清。嗯，没水清。那化身水吗？这种操作化身就没必要水了。无魂。罗加尺，我觉得也就这样了吧。还中了。中了。一敌一，就怕对面的神木林狮驼岭好像用不了吧。能用，它象形的，象形的为什么不能？对对对，三个完了，我跟你说，两敌加一真阳就很猛了，来活了，兄弟们，三千先打一打，先刮一刮，立塔也没有水清，来不及了，也没有水清，点的化身秒，说实话有点来不及，2800连吗？没连，连加爆就难受了，4000，我觉得有危险，危了，危险，没连还好，这是个好消息啊。倒两个，这也不是个好消息啊，不太好。主要是敌加两不两一真阳加两敌，就是你不管说你有没有尺子，你就很危险。他这种还是罗汉配尺子，对，都很难受。可想而知，没罗汉没尺子，那什么概念？还唯一对观战方这边的好消息是，对面狮驼岭没变身了。两敌以上的真阳是太恐怖了。哇，善恶来了。要守尸了，就哎，我跟你说，那个孩子真有可能把定身香喂出去。哦，没有，哎，但他好像破血了吧？没有说变身啊，他是要破血吗？破血了，破血物理啊，压死，钓鱼岛这个节奏啊，这个是。然后神木林啊，然后两只。就看四号宝宝什么操作，如果四号宝宝有顶男的操作，对，神了没有？那就神了，还行，压了一波，压了一波，就是把强行把观战方这边。说是慢的，因为他慢的话，对面小打小闹的速度其实挺快的。对，以正常那种魔地听是快不过小打小闹的。落花落了一下对面的狮驼岭，那么自己这个地听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花生把血量拉满，武装还好。哎，齐云楼今天的所有比赛啊，说实话，作为齐云楼的粉丝，都挺刺激的，感觉跟坐山过山车一样。上场比赛也是，虽然说被大克了，但节奏来说的话一直还可以。对，这场我感觉就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感觉自己有优势的时候对面给你一巴掌。但是主要是他开局太裂了，他开局是一直裂了大概十几回合，一直爬坡呀。对，好在是狮驼这把动不了。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回合观战方武装是要不要直接给三个控化身，不让活血、天地红色保，他保谁啊？我没注意看，保谁啊？哦，盘，哎，不对啊，没有保了地听，哦，保地听，保了地听，因为这把狮驼岭动不了，尺子很稳。这一个尺子基本上来说的话，就代表很多了，因为没有真阳令旗，所以说也就这样，对对对，
两尺还很稳，蹦不出来，也就那样吧。哎，行动失败，全魔的两尺两敌是吧？两敌两尺的话，是不是就是杀狮驼应该杀狮驼领域？杀狮驼没问题，就看能不能刮到宝宝了。我感觉也就杀个狮驼了。刮不到宝宝吗？应该有机会吧。也不是，不是刮不到宝宝，我就、也就杀个狮驼了。嗯，他对面化身跟武装这两个点的法防哈，高度有点离谱啊。化身武装就不用想了，完了，没了，没有刮到宝宝，没有刮到，稍微有点可惜。还是真阳灵骑的一个问题，少一个真阳，如果多一个真阳啊，说实话，这效果真的是拉满。是的，观战方武装还有几个草哦，还多。就像你说的，这个宝宝都还是很饱满，对，还是比较饱满的。有没有单位过来解解的话，这个提气飞过去，对面有点不舒服啊。完了，哎，没解他，混元闪。盘赛多少个药？盘赛三个药，好像没五龙丹，有五龙丹真解了。小金青、罗汉冲啊，冲了吗？但这是不是有点着急呀？对面珠子都不想给，这感觉有点着急。盘丝笑对了，但是没封中。密润来，观战方魔王风云变色，一波大爆发，有爆吗？爆了两个三千，但三号是鬼魂，我没记错的话。直接压死观战方这边的，完了没资源了，对面拉起自己的一个狮驼要变身了。三号鬼的来，谁拉？五号拉。神木林的宝宝了，果然没，已经没那个了，已经没五龙丹了。盘丝的宠，珠子吧，对面化身十个药，这个珠，我觉得一定有小四海，一定有十个药。珠子。给真阳令旗，敢不敢？真阳令旗加珠子飞过来打一波盘丝水晶狮驼大爆发。现在一点四十七，不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谁开这个清酒沾衣，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对面几点风铃？一点还好，那还行。这要是高陵园的风铃的话，可能要出事儿这回合。现在就是狮驼这个点，五龙的，哎，你看齐云楼的药，四二六九三，前期的时候吃太多，没办法，对，因为那个时候的压力比较大。完了，这还封中了，清风清不出来。完了，这清风不出来怎么打？也没有去赌，金清诀保，狮驼保证狮驼的一个飞。直接带走，这个还是个有问题的宝宝，你发现没有？五千二的血，嗯，那是不是善恶？有没有可能？好像他那个五千二善恶也猛啊！神木林那个也算有问题了吧？吃的挺多的，对，就是刚刚出来的时候站时间挺久的了啊。魔王，不是我说五千二的宝宝也算有，哎，不点的虚弥秒吗？哥，这有点说不过去吧？虚弥这个时候对于对面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不是你不点虚弥秒我认了。哦，还好，给予了。谁拉四号还有吗？还有拉药吗？得一拉一顶啊，一拉一那个什么呀，一拉一解。嗯，还行，有一个，那狮驼能飞，真不多了，趁提气的时候飞。对，看一下提气，鱼岛现在资源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只要观战方这边狮驼不暴击的话，应该就还好。嗯，哇，还爆了日月乾坤。再套化身，这个已经没珠子了，失控，再两封不中，盘丝这个时候难受啊，这个是对面是一定有小四海的，果然有一个小四海的数据啊。落花给予观战方这边的武装罐想压死魔王是没有奋斗做金青的，给卷啊，不战神宝典，说善恶在手，我觉得齐云龙有点远，现在来奔着三环在跑啊。现在你没有办法看到他有什么，就是说，哎，非常好的，很细节，吃了一个那个定神香，他关键的时候在吃，不想让自己的这种进攻断档。对，这拉金刚，还好一号宠那回合是被虚弥换倒了，这再有个魔镜金刚的话，观战方这边化身再一倒，但现在、啥也没了。现在这个血量化身倒过之后，你人心要重新叠，你要这个时候你再应对面上，你就他那个还没交，他退了还没交呢，你人心在对。
你就算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他现在就等于是硬顶，就是说我可以用，反正你是面伤，你怎么着我没有死亡在，对不对？反正我实在不行我就拉起来，但是你这样的话你九转也未必会多很多。主要是药量的一个消耗在前期太大了，现在已经不太支持。哦哟，这武装这个时候没有血丹，你跟我封这么重啊？这个增阳令其实被动操作。嗯，金刚来，跟你搏爆发了，赌这个狮驼中了。这个时候他宁愿对面出漫天，也不愿意他飞出来。哎，飞出来了，没办法，没办法。九八九三六。我刚刚还说关键方这边报一万多，报的我有点看不懂。嗯，不过两边狮驼说实话都有很亮眼的操作，啊，很亮眼的表现。啊，没办法，顶不住了。他宁愿这个狮驼这回合 A 过来出漫天都可以，但是不能让你飞过来。落叶萧萧，神一下，这个神又不太解渴。说实话，对面都可以出须弥过来跟你反打了。不过说实话，这一二号宝宝最后还是清掉。这真要是什么善恶虫，80%伤害也不是跟你说的玩的。先反飞一把，反飞一把吧，反飞一把。但你这个反飞，这不是教，这不是逼着我出须弥吗？他武装几个草？多呢，四个。那我就这场两边打的宝宝都还是比较饱满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我这个须弥，这不是乱出吗？出着玩呀，这个须弥，我谛听都不想出了。嗯，是不是可以出一只谛听？啊！我说是不是可以出一只？完了，发文夹也没中，赌命的操作，齐云都是一个不中啊，一个虚弥，然后一个谛听，对，没问题。出一个那个谛听是该出的，就下回利用他去收场，可以基本上恭喜钓鱼岛了。风卷残云要把一二号虫清掉，确实对，再神一回合秒神两只虫，影响不大。我跟你说，得亏四号虫，就这种80%的宝宝，其实说实话也猛的。拉起来有什么操作吗？对，一拉一开，不对，一拉一啊，可能也是觉得比赛这个不太好顶啊，就因为药确实不支持了。嗯，确实也是药不支持，基本上已经打光。你看啊，现在加起来是五九十五十八，加起来18个药物。有一说一啊，这个比赛再让我解说个10场8场，我都愿意。真的刺激啊！这两边中，我觉得钓鱼岛打两场这样的比赛，打明秀园也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喘气的时候。嗯，这场比赛又是一个没有间接休息的时候。这场休息的一个点在哪儿？就大概在，25、26回合，就到30几回那个时候，那个中期稍微节奏放缓了一点，两边。嗯。之后就开始，就从出谛听的时候就开始比较猛了。对，这个真是，还是这个问题，同阵容同阵法的话呢，鱼岛的下端还是有点对，有点东西的。而且一个是速度全拿，对不对？速度全拿，再加上这个开局抢的比较好。但我说实话，你看齐云楼现在的一个硬件，其实你看他的法防上端的，对，其实也 OK 了，也很高。包括他今天这个狮驼领这一下飞暴击对面的狮驼12000还是10000多，直接带走，也很能说明问题的。可是我觉得这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现在反映，就是说这个，就是目前来说这种阵容的，无论是狮驼配神木也好，还是说狮驼配魔王也好，他的这种两输出基本都是全力全魔，不是最多就怎么样，我物理稍微加点敏，但是抗性方面可能也不太会去考虑太多了，还是以输出为主。不是全力全魔的问题，你肯定还是要有一定的硬件的底子，你才可能去什么加全力全魔。那你已经在这种舞台上，对，基本上来说，对吧？不会说相距很远。那你如果说10段打16段，你再怎么全力全魔，那也打不过呀，对不对？对对，那就不是全力全魔的问题了。是，对。啊，这速度，这样的话，因为真的这场的话来说，除了说盘丝站位的一个
指挥的想法不同，对吧？那其他方面的话来说，钓鱼岛速度全拿。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给我的感觉这场比赛有点像这种三勾打三勾的这种。